天就是要挑战用这台 Ryker 900在台北市只用一整天。我跟大家说，这台车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储物空间太小。我们买一包花生，阿姨刚刚又说她要收摊，四包花生卖我150，但是我装不下。你看多少钱？70万。要阳伞。大家都很关心起重机为什么不穿雨衣，我只能说，因为穿雨衣就不帅了，所以就只能这样淋雨。有没有有一种浪漫？有没有找到青春？好，开始。先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一台 Ryker 900，它是由台湾安东集团贸易所代理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采前二后一的配置，前面这两颗轮胎，后面的轮胎也都是采他们的特规胎。这台车它是900cc 三缸的引擎搭配，三缸好难念。Ryker 900，它是 CVT 无段式变速，但是它在起步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像是我们挡车要进档的一个那种一个声音，那个顿挫感，我觉得是要适应一下。我也想喝东西耶，可是我没有自杯架哎，不行不行，我想一下，我要1+1鸡块配玉米汤。需要同学载具吗？不用。我们刚刚我就选择想说买德莱树，就是想说，好，雨就越下越大，就大家来嘲笑我这一天呢、啊。今天才过一半，我觉得这不是耻力，已经是狼狈了。安晴就是想说，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车停好，走进去吃就好？而且现在太阳有点大，我穿皮衣有点热。我原本想说这部片我应该是会蛮帅气的，结果变成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吃麦当劳，重点还不是吃套餐，吃1+1。最不喜欢吃鸡腿了。不行，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行程都太荒谬了，等一下我们要找一个高级一点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三缸的引擎搭配 CVT 无段式变速，所以它就不用打档啊。它比起一般的重机、一般的挡车，它其实是非常好上手的一台车，帅气下车的瞬间哦。